主席、各位委员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陈福海等13人，针对行政院规划金门应发展的精致购物免税岛，但后续政策与细部实施办法却嫌保守，敬请主管机关尽速研修离岛免税购物商店设置管理办法，将销售金额改成完税价格，并以务实态度检讨离岛免税购物政策，扩大免税商品货源，放宽购买数量管制，以有效促进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推展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福海。